去，所以来。我们 Avion Livion 朋友们，订阅嘎哇奇瑞，开启铃铛，别错过任何影片，欢迎加入深度会员支持节目哦。嗨，各位，欢迎收看才知道今天的来宾小熊。刚忙完的是这个自由新政 SP， 哎，没错没错，很多场对不对？十加彩排12场，12场，他们是连夜2场2天，第一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东西很熟练，然后又很重复的时候，反而会出错。太放松的话才会。但是很熟练的话，其实比较不会，因为你会有肌肉记忆。但是情感就像干嘛抱怨料？他那句台词是：他帮你修东西会跟你收钱吗？然后他一直讲成：他跟你修东西会帮你收钱吗？他就因为他这句已经错太多，他就很认真的吸一口气说：他帮你修东西，然后他就放松，他讲对了，会跟你修钱吗？他直接在台上拿一个书这样子，真的在笑。我们的 Baby Shark 他宣布呢，跟这个 Outright Games 合作推出这个在各大平台啦 PC 加机都有的游戏，叫做 Baby Shark Sing and Swim Party。哇靠，这个是20年前的网页游戏，对啦，它是让宝宝玩的游戏，它当然是让宝宝玩的啊。难说啊 ，Baby Shark 宝宝可以点个天赋来互打之类的，那也宝宝还是可以玩的、啊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全部人都逃不掉，全部人都给我去打憎恨之女莉莉丝。不对。不过宝宝市场真的就是大、啊，而且是史无前例。他之前就有发现过啊，怎么样？这不是发现一个那个什么宝宝巴士？对啊，宝宝频道很扯，宝宝频道超扯，而且就是你什么影片都不用拍，你就是一个水这样子，然后哇，好亮好�亮好亮，然后15分钟，然后点阅率大概1000多万。对啊，然后下面的留言区全部都是小婴儿乱打的。对啊，引号逗点这样子，跟猫彩的一样。而且你拍影片给小朋友看，他广告。以国外的法律来说，就不能塞一些有的没的，不能塞什么辣妹啊、什么杀戮啊，就不适合。有没有可能看了那排奶粉很想喝喝看？你说小朋友吗？小朋友那看 Baby 下来，哇，我干这奶粉，干感觉浓啊！跟隔壁的小朋友说，干还要播广告看，都很想喝哎，白痴啊！哎，你怎么买这个？白痴，我昨天看 Baby 下被烧到了。叮，手机跳信用卡。那你又买什么？奶粉啊，白痴哦。焦糖海盐呢？这个受了啊！干燥喝嘞。焦糖海盐啊！焦糖海盐，然后这种奶粉，蛋白质比麦伯丁还高哎。旁边有一个人讲，我不能再喝，对不对？吸奶力。真的，超饱上肚。还是我们先去阳台，大家去吸一根这样。而且要奶水，冲奶水，要奶水，还是能跟电针一样挂在这里。好的，走，吹一个，吹一个。吃奶水。桌上的冰哥富全都米饼。没有牙齿。就用这个主题拍宝宝的影片吧。